好，报告委员会，已除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27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26日星期四9:00至12:41，14:35至16:18，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李彦秀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廖国栋委员等21人，请假委员陈一鸣，列席官员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长李应元等相关人员，主席林召集委员淑芬。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李署长应援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李署长应援列席报告并被询，委员李彦秀等22人提出质询，均经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李署长应援暨各相关主管等及其答复，决定依本日会议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苏正清及徐正卫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书面答复。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通过临时提案二案，请委员酌参。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修正意见？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通过。本日的议程，我们是邀请卫福部部长、外交部次长、经济部次长、农委会副主委以及国安会等所属单位列席报告下列事项，并被质询，包括卫福部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我国代表团参加2016年世卫大会给予美日等双边会谈之过程检讨成果检视及未来卫生防疫政策开放。三、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对国人健康风险影响及相关管制措施之可行性评估。那我们首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及官员。那我们首先欢迎的是我们李彦秀委员，我们陈怡明委员，蒋万安委员，许淑华委员，陈曼丽委员，吴玉琴委员，林静怡委员，王荣章委员。好，我们接下来介绍今天出席的官员。我们卫福部林昼炎部长，政务次长何启功次长，政务次长吕宝静次长，综合规划司杨之清司长，社会保险司曲同光司长，社会救助及社工司李美珍司长，护理健康照护司尤丽慧司长，医师司王中熙司长，心理及口腔健康司，他们要念胜吗？好，胜利中司长，法规会高中贤参事，中医药师高文慧副司长，资讯处许明辉技监，科技发展处施养志技监，秘书处石美春处长，人事处谢银沙处长，政风处徐大光处长，会计处吴建国处长，卫生福利人员训练中心徐秀辉主任，社家署简慧娟署长，疾病管制署郭旭松署长，食药署江玉美署长，国健署邱淑体署长，中央健保署李伯章署长，附属医疗及社会福利机构管理会林庆峰执行长。接下来是外交部李承然次长，国际组织司徐佩勇司长，北美司姚金祥副司长，经济部杨伟甫常务次长，好，这个晚一点到。经贸谈判代表处杨珍妮副总谈判代表，陈克明副总谈判代表，简志宇谈判代表，洪小军助理谈判代表，黄振刚记政，好，梁淑玲秘书。国贸局陈文成组长，有没有来？
国贸局有没有来？有，好。陈玉琪科长，管培梅科长，行政院农委会翁章良副主任委员，畜牧处陈忠兴检任计政监科长，动植物防检局施泰华副局长，国际处萧东琼副处长。好，那国安会国家安全会的代表，国安会的代表，国安会的代表有没有在？国安会的代表怎么可以没有在呢？有请假，没有请假，这个请假本席根本没有通过。国安会的人呢？国安会联络人在哪里？去找人。国安会的人在哪里？现在马上去找人过来开会。WHA 国安会没有出席吗？没有在背后告诉卫福部怎么做吗？怎么可能？有程序问题是不是？来，请先。主席，我想要确认的是，今天我们讨论 WHA、整个程序的问题，包括美猪、未来到底要不要开放，还有瘦肉精的美猪未来到底要不要开放的议题。第一个，我们认为今天要确认的是，到底 WHA 这五分钟林部长的演讲，到底是卫福部自己拧的，还是国安会拧的？这整个演讲 的内容，蔡英文总统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整个内容整个过程当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台湾的字。我们今天社福委员会特别邀请国安会的秘书长到，第一个，国安会没有请假；第二个，也没有派任何人来；第三个，连一张假条也没有。根据国安会议的组织规程第八条规定，到底国安会要不要让我们立法院来去做监督，还是他不需要由立法院来监督？一个谦卑的政府，在第二个星期就如此的藐视立法院的委员会，这个未来我们要如何监督下去？如果林部长说明，等一下 要请林部长说明清楚，如果整个五分钟的演讲内容，如果稿是林部长自己写，国安会没有任何人看过，蔡英文总统没有看过，那当然今天我觉得国安会有没有列席就不在其就不是最重要。但是如果这整个五分钟的演讲稿是经过国安会最后看完拍板定案，包括蔡英文总统也看过的，那我认为针对于去参与 WHA 这整个过程，我认为今天有必要要请国安会势必要到。过去我们卫福委员会所有的招委邀请所有的官员来，我认为对委员会最起码的尊重，至少要派一个人来，甚至要请假。今天国安会有什么重要的会议，不能派任何一个人来？有忙到任何一个国安会的成员都不能来吗？如此藐视立法院，这是一个谦卑的内阁、谦卑的政府应该有的作为吗？我认为我们今天委员会要提出严格的，我们也要要求这个国安会也要要求谴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委员会大家应该不分党派，针对于这件事，要求国安会今天尽速的派人来说明。否则我觉得太藐视我们卫福委员会。卫福委员会民进党的委员还比国民党的人多，连一张假条都不能写吗？有埋怨到这个程度吗？派一个人来有这么困难吗？这是一个谦卑的政府应该有的作为吗？部长，这个五分钟的演讲稿到底国安会有没有看过您的五分钟演讲稿？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看过？不要睁眼说瞎话。现在就是在程序发言，我们接下来请陈一鸣委员。本席在这边先讲一下哈。程序发言要不要登记？可以登记啊，用举手顺序啊。不是登记就登记。不用不用，陈一鸣委员你先去讲，已经举手的优先。可以啊，你们后面如果很多人要讲，可以登记。本席在这边讲哈，就是国安会他上个礼拜递了一个公文，本席没有批准的公文，本席完全没有批准的公文。然后今天就不出席本委员会，严重藐视卫环委员会，也藐视立法院。我要说的是，今天 WHA 林仲炎部长五分钟的讲稿，媒体已经都讲了，国安会、外交部都有给意见，绝对不是林仲炎部长一个人说了算。今天立法院要监督。这个会都已经开完了，我们现在是事后的监督。为什么国安会可以不派员到我们卫环委员会来报告？我跟大家讲，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国家安全会议及其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应受立法院之监督。我们今天就是在行使我们立法委员该有的监督权。国安会这么多人，本席不准假的情况，派一个代表到现场都没有，严重藐视本委员会，也藐视立法院，应该要予以谴责。这件事情，蔡英文政府不是说都是要公开透明，不要黑箱吗？我们今天就是要把整个 WHA 整个过程昭告给所有的国人知道，所以国安会不能回避。应该要到现场来报告。接下来我们请陈一鸣委员。好，谢谢主席哈。本席也是严正的哈提出谴责哈。本席这次其实是有陪同我们林部长哈到 WHA 去开会哈。那刚刚其实我们李彦秀委员有问林部长嘛哈，林部长刚刚也摇头说国安会根本没看过这个资料。那其实现在非常奇怪的就是，这次去 WHA， 再加上今天我们拿到的外交部的这个规划会议的报告里面，我觉得新政府根本就是生锈的一个政府。在这个报告里面，什么都是讲寻例，所谓的寻例就是寻往例耶。不管是跟要谢谢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啊，寻例。协助我们参加 WHO 以外，另外也提到说，林部长第三页，林部长亦寻例于出席 WHA 期间向 WHA 递交抗议信。本席要说的就是，递交抗议信若是寻例在做，何来破梗之说？本席这次参加 WHA， 在新闻中心开的记者招待会，我觉得已经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首先，这场记者招待会。只有通知了林长佐林委员，当天晚上到半夜的时候，我才接到两家媒体询问说，主席委员，你第二天会不会可不可以来新闻中心？我说为什么要到新闻中心？他说我们请你们来新闻中心，请卫生福利部协调四位委员来开会，你们都没有接到通知吗？我们没有接到通知，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要求要参加新闻中心的会议，包括蔡适应委员，他才知道，所以我们两位还有陈怡杰三位才赶过去，所以我觉得在资讯就不透明。还有第二点，我觉得跟国安关系非常密切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参加的这个立委的团，可以有一个媒体混入我们的立委团？我们的立委团应该只有一等亲。还有国会助理，而且是公费的助理才可以参加。为什么有一个报社的采访中心主任，他可以陪着林长佐来参加我们的立委视察团？这个不就公私不分吗？而且事实上是严重的损害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吗？怎么可以有个新闻记者混入到我们的立委团里面来呢？更不要讲说，
如果今天循例递抗议信，什么时候去递抗议信，为什么都不敢让人家知道，新闻中心的记者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什么时候递抗议信。我们一直问易志成易大使，易大使都是唯唯诺诺，不敢说明。本席带着的抗议信去，他根本没有交，没有帮我交抗议信。所以今天我要严正的跟我们的理次长，哦，外交部的理次长说明这件事情。有这样子的官员吗？我到回来了之后，我在那边，我是在易大使代表李大为部长的午宴的时候，亲手交给他我们国民党团的抗议信。他说他会处理，本席都是循正当的外交管道，本席没有去跟任何的一个大陆的人或者是陈蒙富珍秘书长私下联系，我们是循正当的外交管道请他递抗议信，但是他这封抗议信没有帮我递出去。我回来了之后写 email 去问他，他的 email 告诉我说他帮我寄出去了，24号寄出去的，什么时候会收到他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子是对待一个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代表国民党团视察参加 WHA 该有的态度吗？更不要讲说我回来之后发现很多的媒体抹黑造谣说我是卖国贼。对不起，请问我哪里有卖国？请问我哪里有卖国？这哪里跟程序无关？国安秘书长没有来嘛？请尊重我发言好吗？你是这个委员会的吗？我觉得这样子事实上是非常的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安全，这是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完全没有外交的手腕，没有外交手腕的一个政府怎么代表我们出去？这真的是生锈的一个政府。好，我们谢谢陈一鸣委员呢，外交官在外交上绝对不能软弱，递一封这个抗议信竟然畏畏缩缩不敢递出去，外交官该有的风骨在哪里？接下来请林淑芬委员。主席，我想这是程序发言哦。如果大家对于这次 WHA 的所有的参加的这个所有的政策上的不满哈，我想都可以讨论，但是那是质询时间。那我们现在到底在为什么在这里做程序发言？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正本清源来讨论这个体制的问题。那今天立法院也不是那么大，立委也不是那么大，老实说，我们遵循的是法律和体制，我们遵循的是宪法。那我要请教各位，依照我国的宪政体制，我们立法院监督的对象，或者是说行政院必须要向立法院负责，我们的宪法体制呢，有要求说总统要到立法院来备询吗？那作为总统的幕僚咨询机关，作为总统幕僚的咨询机关国安会，他需不需要到立法院来备询？依照过去包括民进党在野、国民党在朝的时候，国民党当时的国安会也仅就法律案有关的或者是预算案有关的才到立法院来备询。除此之外呢，他作为总统的这个咨询机这个幕僚，他们事实上并没有到立法院来报告或备询。这个是我要回复到原本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讨论程序问题的。那大家就要这个程序来讨论啊，那不是在这里说谈到这个 WHA 怎么样。我现在要再向各位报告一下哈，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府。国家政府其实大部分时间会一致，
但有时候国家和政府也会不一致。在野党，我们自己关起门在国内，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国会、对行政院、对于执政党，要采取最高规格的严格的监督，这个是我们理所当然的职责。但是呢，离开这个国家出门去了，我们就不是一个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我们都叫做中华民国台湾，我们代表中华民国台湾的国会议员的身份到 WHA 里面去参加开会。在 WHA 里面开会，从来没有一个代表国家的团体要递抗议信之前，一个在野党说我也要递信。那请问这个国家是内部分裂吗？还是内战吗？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有一个在野党不跟执政党采取一致的态度？你也可以来说你要表示什么意见，大家来沟通，哪有人自己去递自己的信？代表国家，代表代表国家的部长要去递信，你自己在脸书提早发布说你也要去递信，抱歉，那也是媒体的报道。主席，我请求时间暂停，你们没有计时，那我要比照陈一鸣的时间啊。陈一鸣刚才发言几分钟，我发言几分钟，好，开始计时。你刚刚有提醒啊，你刚刚有提醒说不要讲跟程序没有关的，我们现在都讲跟程序有关。我现在比照陈一鸣委员，我们讲程序发言的时间也要比照陈一鸣委员。现在开始，你的三分钟已经过了。没有，我们要比照陈一鸣委员的发言时间。为什么要比照他？那主席为什么他可以讲那么久？为什么我们不行？刚刚他下台了。没有，他讲几分钟？刚刚你回答我。下台了。陈一鸣发言几分钟？三分钟时间到，请林淑芬。我们要求要跟陈一鸣委员一样的发言时间。下一位，我们请。我们要求要跟陈一鸣委员一样的发言时间。请不同意，没人。我们要求要跟陈一鸣委员一样的发言时间。林淑芬委员，时间到。没有，我们要求要公平的发言时间吗？你刚刚已经提出来，所以主席，我刚刚有讲了，我们要跟陈一鸣委员发言的时间一样长，超过三分钟已经五分钟了啦。我们请徐淑华委，你可以登记第二轮来。好，谢谢，可以登记第二轮来，让大家讲个够来。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大家早安哦。今天呢，我认为刚刚主席特别报告了，本来就邀请了国安会要来做一些相关的业务报告，我个人也有很多需要了解的问题要来询问国安会，但是今天国安会没有来，我们程序怎么往下走？包括刚刚提到了，如果说在林部长您参加 WHA 的时候，我们大家国人一直在讲，你在当天的大会当中，你很务实的展现了你应该要做出来的一面，但是很多人在问，过去国民党执政这几年来，我们有机会站上这个平台，我们还有机会说出台湾，可是你既然不能说出台湾，我们很想要了解为什么。如果你把你所有的问题如果丢给国安会，今天国安会没有来，我们没有办法往下走，难道国安会今天有递出你的一个假条，可是主席并没有准，难道这样就算是已经请假了吗？所以我觉得国安会这样藐视国会的程度，今天主席做出这样的裁决，我非常的认同。再来我们要讲的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媒体一直在报道，尤其是日本单方面共同社他自己发表了一则的这个新闻，这个新闻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要开放，在他们日本的这个大选之后，七月份即将要开放福岛五县市的这个食品入台。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在呼吁，福岛五县市过去我们注意的是安全的问题，包括美猪的议题，这么多人在关心。各位可以看到，从各地会的议会，包括各级的政府，包括我们的食安妈妈，大家非常关注我们食安的问题，一直的来跟我们的政府一直来做陈情，一直来做诉求，重点是什么？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不能够让我们的国人吃到不健康的食品。为什么政府不敢在这样的事情去表示你的态度呢？为什么不敢说出来？你到底
对福岛五县市，你到底对美猪的食品、美猪这些问题，你要不要进口？为什么没有办法来说出你们的一个决策呢？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呢上台之后，已经有太多法夹弯出现了。我们希望捍卫国人的健康，这点我们希望你能够坚持。如果当时林部长那么多民进党的人认为去参加 WHA， 在我们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一个，为什么没有说出这是一种卖台的行为，包括这是一种藐视我们国人的这种的很不尊重国人的这种态度的话，现在林部长你也是用相同的态度。我们不指望说民进党你一定要对我们道歉，但是你最起码要承认这些是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期为你们打下的基础，你们今天才能够站在 WHA 的一个舞台，这是国民党所做的努力，不是你们做的事情什么都是对，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这些的事实我们也希望我们台湾的国人能够看清楚，过去国民党所做的很多的努力，这是我们希望你们也能够很务实的踏出这一步。谢谢。好，我们谢谢许淑华委员了。我想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求国安会必须派员来到现场，然后让我们卫环委员会的委员有机会来监督质询，问清楚说明白，我想这也是国人需要的。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委员确认一下，他到底我们要派人来国安会的联络人在哪里？国安局啊，难道一个人都派不来吗？那我们国安会的联络人在哪里？在现场吗？国安局国安会有没有在联络了？要不要派员？几分钟到？还在联络？好，我们等他。好，来来，主席，我想我今天要再澄清的是，上礼拜五哈，国安会其实已经有行文过来哈，不是主席说的没有请假或者没有本席没有批准，我刚刚已经讲了哈。好，那这个国安会的说辞里面，或是他的公文里面就在这里哈，他说他是本会议不便出席。为什么不便出席呢？主要是因为依照宪法征修条文第二条第四项及这个国安会的一个组织法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好，国安会是总统决定国家安全有关的一个大政方向的咨询机关，哈，所以依照宪政体制及惯例，除了有关本就是国安会的法律案或预算案所牵扯事项外，实不宜到立法院来报告备询，哈，以符体制，哈。那这个地方要说明的是，我想我们虽然是新委员，但是我们就过去了解，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国安会也依体制没有到各委员会来接受备询，哈，列席备询，哈。所以我想我们再一次的在这边要厘清，哈，还有在程序上的厘清，哦。所以请我们委员会也是共同来遵守这样的一个体制，哦，不宜这样借题发挥。我觉得这是体制的问题，所以请主席不要再借题发挥，谢谢。我反对吴玉琴委员的发言。什么叫做借题发挥？我跟各位报告，2013年12月2号一样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国安会必须针对有关于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影响及因应作为的主题要备询，当时民进党的委员提出了谴责案，说国安会不到场，这一件事的立场没有在野在朝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立法委员，我们希望去监督政府，那国安会当然理所当然要到立法院来接受监督啊！更何况这个议题不是涉及到国家机密，已经开完的会议耶。我们今天要澄清的是，到底整个 WHA 5分钟的演讲稿里面，过去都可以出现台湾，今年就是不行，难道是一个卫福部部长可以扛得下来的吗？是一个卫福部长可以做的决定吗？这当中好几套的演练的剧本，国安会没有涉入其中，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没有涉入其中，他们统统不执行，就林奏炎一个部长，他可以在现场拍板定案说过去可以讲台湾，我今天不讲就是不讲，可以吗？这件事情难道不应该叫国安会来现场问个清楚说个明白吗？我们是立法委员，我们不管过去怎么做，至少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安会的他相关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他还是得要接受立法院的监督跟质询。谁规定一定是就是法律案跟预算案才来？谁规定的？从来没有明文规定。龚都猛还说国安会到立法院的出席率太低，只有10%。如果我们要国会改革，从现在改革起啊，
蔡英文政府民进党不是标榜吗？公开透明吗？不要黑箱吗？从国安会开始做起啊！我现在就要要求国安会来了。我们要程序发言啊。接下来持续联络国安会啊，我们等他。接下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进行。主席、各位委员，我想今天啊，我们现在程序发言最主要就是讨论国安会啊，到底要不要来委员会报告。我想，当然根据宪法这个权责的规定啊，过去啊，我这边引述民进党段宜康委员啊，曾经反驳说，咨询机关是国安会长期用来逃避国会监督的一个借口。过去民进党常常啊，要求国安会到立法院来报告。哦，可是今天民进党执政之后，却态度又是180度转变，所以今天哦，我们在讨论有关于 WHA 的事情，有关美猪的议题，这些都牵涉到国安会的一些业务，而且很明确的，我们根据媒体报道也知道，我们这次林部长去 WHA 的演讲稿有国安会的影子。既然国安会有介入，当然就要到委员会来报告，让国人清楚的了解这次事件的从头到尾的始末。因为我们发现林部长在他的讲稿里面只字未提台湾两个字，我当然不确定是林部长您个人的看法、您的意见，还是您承受到哪里来的压力，到底是对岸的压力，来自 WHA 的压力，还是来自民进党内部的压力，还是蔡总统的压力，还是我们国安会告诉您，在你的讲稿里面绝对不能提台湾两个字。所以今天我们在探讨程序问题，当然必须要请国安会来委员会来报告。今天是卫福部第一次来委员会做施政报告，我想国安会竟然藐视我们委员会，不愿意来委员会来报告，我想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出严厉的谴责。至于我们林部长在 WHA 里面哦，私底下递交抗议信，可是我们在这样的场合，从邀请函上面被对岸加入2758号决议，甚至在一中原则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去了 WHA， 但是哦，我们只字未提台湾，也只能私底下偷偷摸摸地抗议信。为什么不能公开的抗议这样子的一个对待？我想这一点，当然除了卫福部、外交部今天列席的所有行政官员，更重要，国安会当然必须要出席，跟国人说清楚这整个事情的始末，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国人有权利知道。我希望国安会赶快派人来报告，不然今天委员会所有的议题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最后我想提一点，今天我们发现除了从邀请函设了一中框架，从整个我们林部长的发言，在演讲内容只字未提台湾，我们必须要知道，到底我们承受的压力，国安会必须告诉我们，是不是有做任何条件的交换，是不是为了要换取明年我们可以再次获邀去 WHA， 是不是甚至作为一个条件交换，为了换取明年我们可以跟对岸进行双边的会谈，这些国安会必须要清楚的告诉国人，有没有因为为了这些利益交换而在这一次矮化了我们的国格，矮化了我们的主权？我想这一点国安会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赶快到委员会来做报告。谢谢。好，我们谢谢蒋万安委员，我们再次强调，现在的程序问题，我们是要求国安会必须到卫环委员会来，针对 WHA 到底他在这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背后的引武者，他要说清楚讲明白。我们是善尽我们作为民意代表我们要监督的责任，我们要求国安会必须派员到现场来清楚的说明跟报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各部会每一个部会都派了，而且不止一人到现场了，就是国安会藐视立法院，藐视本委员会，一个人员通通都没有出席，我们必须给予最严厉的谴责。接下来我们请林静怡委员。
好，我这边有几个部分哦。刚刚主席一直提到说这样是藐视立法院哦。不过，根据我们在这个标准上来说，国安会他们第一个，他们其实在礼拜五的时候已经发文给我们委员会，好，就是说本席要讲几次，说没有批准，我还没有讲完，没有准假，我讲话，什么尊重人家？主席刚刚已经宣告过了。主席刚刚已经讲过了，尊重连委员，你在主席的时候，国安会来，你在主席，你在主持的时候没有请假的，你准假吗？主席，我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修宪法。我们如果你愿意好好来修宪法，让台湾成为真正的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不要一中框架下去的话，我们当然非常欢迎来把这个建筑拿进来。是你自己打断我讲话的，请针对程序发言，办下去。是你们先打断我讲话的。如果林委员你不针对程序内容发言，那麻烦你下台。请让我回复一下。针对程序发言。让我讲完，我的时间在这里。哇塞，身为一个新委员，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我们的立法院是这个样子。我要说几件很重要的事，很重要的事情哦。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我们的主权，我非常高兴国民党再一次的强调台湾的主权。不过如果这样，请不要再用什么对岸跟大陆这种词，因为对方是中国，而且是一个对我们持续有威胁的国家。第二个事情，其实容我提醒一下哦，我们在5月13号在立法院的这个院会的时候，其实包含各党团都曾经开过一个重要的会议，是讨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立场，以及要不要递交抗议的这样的动作去参加 WHA。可是当天发生什么事情？当天是国民党党团坚持一定要以九二共识的立场去在这个去挡下来我们在 WHA 整个国家不论朝野一致的对外的态度去参加 WHA。 这个事情压下来之后，一直这件事情之后一直到现在，如果是在时当时的案子有问题，协商一个月，也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提过，如果等到协商一个月回来到，都已经回来到台湾了，当初希望朝野整合这个态度去参加 WHA， 一致对外，一致用一个正确的立场、国家尊严的态度出去，是谁挡住这个案子的？没有人挡住，协商必须在协商。对，协商大家都知道，你们技术上的干预，让这个协商导致我们参加完 WHA 回来，你们都还没有一个结论，再来做这个动作，非常清楚。是啊，因为你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参加完回来协商都还没有协商完，这样子叫做什么一致对外，叫做什么国家主权。请问你的发言内容针对程序吗？是，因为本身程序有问题。而且 你今天在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当初我们要国家一致对外的时候，你们不愿意一起合作？你要不要国安会到现场来嘛？宪政不合欸，主席。宪政不合，哪边宪政不合？是啊，那你们让协商破裂之后，自己去递交不同意见的抗议函，这是什么态度？这完全就是自己把自己的国家主权搞不清楚的状态。这完全不是程序，自己干预，自己出去做表现，自己做表现给中国看，这是什么态度？请回座。你是乱讲话。这完全不是程序发言，本席再次宣告，待会发言的委员内容如果跟程序无关，我就直接消音。这跟我们在讨论是国安会要不要列席问委员会报告。民进党委敢不敢表态？要不要国安会到现场报告？要不要？主席怎么没有权利才是？主席说，你刚刚才说这个是程序发言呢、欸。本席这边再次宣告，现在的程序问题
是要处理国安会，应该要到卫环委员会来报告。请发言的委员针对这样的程序问题提出来，国安会应该要到卫环委员会来报告，现在在处理的是这个程序问题。好，那我们就站在这里不下去了哈，就不要发言了。不要发言就下台。没有站在这里啊，因为主席违反程序啊，嘿。都没有发言，那就下来啊。什么？主席违反程序，吴委员，请尊重啊。我登记了，总不可以发言。你可以发言，我说请针对，请针对国安会要不要到卫环委员会来出席？那我阿奶奶，三民会，你要发什么内容？啊？哎，你针对程序问题，你听我讲完就知道了。好，三分钟计时开始。家己台坦白来，今日当面吵，我拢有当接受啦。但若出去甲国际上，啊，无就用台湾代表咱台湾国家的身份，我就无就接受。尤其就是讲，有人要用一到底今仔日国民党的到底伊采取的立场是啥物货？伊咧抗议啊，这咱林部长用的中华台北，伊的目的是要创啥？伊也讲希望一中的原则，我相信台湾人无人会当接受啦。伊也讲要支持台湾的主权。我相信我会拜托林国定，甲大家抱歉。伊啊，今仔国民党已经改变方向，支持台湾独立，用台湾伫国际上来参加国际会议。我跪落来甲林国定，叫伊甲大家拢拜，啊，做拜托，甲大家抱歉，拢无问题。吼啊，是闽南国民党当然要来支持，讲就是即马开始，国民党已经改变伊的思想、伊的原则，伊无要去主张台湾要含中国统一，已经要支持台湾独立。尊重台湾的主权，啊，我就拜托林部长起来上台，吼、哦，拜托看要怎甲大家道歉拢无要紧。但是咱早讲国民党都咪安尼嘛，为马英九早期伊用九二共识来把台湾用一中原则，其实一中各表，咱伫国际上怎样都无一中各表的物件嘛。较伫国际上认同的，无人认同中华民国啦。伫国际上 ROC 大家拢讲个 Republic of Casino。就是赌博王国啦，唔是你讲 Republic of Taiwan 还是 Republic of China， 唔是安尼啊。在国际上，我伫美国1989年去个美国留学，足侪人已经足侪学生唔知啥叫做中华民国，已经唔知呀。因为伫美国的课本内底，一中已经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好、哦，所以你还不讲用一中各表国际上，无就表达台湾的立场。所以国民党啊，准备改变立场来支持台湾。在国际上用台湾的名参加国际会议，我会拜托林部长甲大家抱歉，吼、哦，真正是安尼。啊，咱也咪，咱在想讲台湾在过去国民党执政之下，用什么物件去人签，今日出无办法，咱要参加国际会议，去用强迫用这种名，讲起来咱是无都无满意啦。但是爱勉强为台湾前途，咱小林来呢，像张朱秀基无下，忍辱负重啦。忍辱负重，但是拜托咧，咱人出去国外，要去表达国民党的意见，但是国民党袂上，安尼违反国家的利益，实在是袂使。咱今日徛伫遮来做立法委员，是为台湾人民的利益来咧拍拼，唔是为个人一党的利益来咧拍拼。咱一定爱为台湾人、台湾的人民挑战，但是一时的失志，咱免悲伤，咱来为咱长久的利益来拍拼才对。好，唔通为了这啦，所以今日咱伫遮吵，我拢无要紧。咱出去外口一定要坚持台湾的理由，感谢。好，本席强调一次哦，过去马政府执政八年，我们出席 WHA 啊，都有讲台湾，没有矮化我们的国格，我们都有提到台湾。我们今天要探究的是，为什么这一次不能提台湾？过去就是都有提，这一次都没有提。我们要探究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的蒋炳煌部长？我们的邱文达部长都可以在他的讲稿当中提到多次的台湾，而这一次一次都没有。为什么我们需要国安会来到现场，也跟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国人也都很想知道。所以本席再次强调，我们现在要处理的程序问题是要求国安会到现场来。请问国安会的联络人已经联络过了45分钟了，到底来还是不来？
已经45分钟了，到底国安会的联络联络那么久，总统府很近啊。今天就是要先处理这个问题嘛。那我们有程序发言啊。我们对程序有意见，想要发言，后面的人还没发言呢。对，我们接下来还有陈怡明委员跟李彦秀委员登记。还有我们呢？我们都有登记，我们都有登记啊。国安会的联络人在哪里？都已经登记了，顺序都在我这里，顺序都在我这里。国安会联络人没有在现场吗？到底联络到什么程度了？给我们个回复吧。已经46分钟了，给一个答案吧，来还是不来？主席都没有准假的情况底下，他到底来还是不来？我们外行委员会要个态度啊。国安会的联络人在哪里？我们国安会这么没有效率，一件事情要不要到卫环委员会来出席？联络了47分钟，还没有答案，没有结果。主席，我建议出发言啊，抗议啊！主席不让委员发言，这样子继续。主席，因为如果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他有登记，没关系，我提我的权益问题，我提我的权益问题。我现在提权益问题。主席，我提我的权益问题。你可以提，拜托你，林淑芬林委员，你可以提。我先提我的权益问题。他权益问题优先处理了。主席，主席，我第一次发，我第一次发言都还没有处理，他就权益问题。那我的权益问题呢？没关系，那我先提权益。不是，你刚刚已经程序发言了嘛？我先提我的权益问题。我先提我的权益问题。不是他先提的，我都还没有发言，他就提程序问题。我提权益问题。我提我的权益问题。不要这样讲啊！权益问题，照理说次序也有先后。主席，因为要去，为了要去，因为今天有很多人都登记社福委员会要来发言，每一个委员都有好几个委员会要去跑。那我也建议，如果国安会今天确定不派人来，这不是权益问题啊，请尊重我讲话好吗？不是权益问题，你没有听完我讲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权益问题呢？那不是权益问题，你没有听完我讲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权益问题呢？你尊重我的讲话好不好，林淑芬委员？大家彼此互相尊重一下好吗？主席，我建议我们每一个人要抓时间的话，那建议就是说，你还是请国安会确认今天要不要，到底要不要来？不来，那我们委员会就通过谴责案。这不是第一次了。现在先休息5分钟。程序问题，你排队来嘛，排队慢慢讲。他有分析好吗？
他第二轮有三句单子都在我这里，要遵守议事规则。你怎么可以插队？那你怎么可以插队？你可以做无耻的事情，我不能做无耻。为什么有人可以做无耻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无耻？为什么？为什么有人可以做无耻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无耻？为什么有人可以做无耻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他无耻？对，你要这样入座吗？为什么有人可以做无耻的事情，我们不能骂他无耻？不要人身攻击，彼此委员之间大家互相尊重一下，不要讲男女的之间，这就代表你的水准，这就代表你的水准，这就代表你的水准。你就不应该插队，插队了就最没水准，你就不应该插队，插队。他有单据啊。在外面，在外面了。到底联络的如何啊？好莱坞学奖，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哦。刚刚有登记的委员，我们让登记委员就是讲完之后，我们现在停止登记。接下来我们请陈一鸣委员进行发言。我们现在停止登记了。好，主席各位委员，我是第二次发言哈。那本席其实对刚刚林淑芬委员的发言其实是深表遗憾。其实我觉得不管怎样问政是不要做人身的攻击嘛，他刚刚又攻击了我们这个李彦秀委员。前面先登记完，第一轮发言完才能第二轮发言吧？请尊重我的发言好吗？这样子吗？第一轮都还没开始讲。按照登记顺序。好，所以本席其实觉得，以刚刚其实。